创作有着无限的热爱，创作创作组，接下来有请原创创作组带来原创作品 Fix Me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嗨，涛哥好，涛哥好 ，Hello Hello， 超来啊！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原创创作组的疗伤百宝箱，接下来带来我们的原创歌曲 Fix Me， 然后希望大家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能够治愈自己的片段，好吗？加油！来到创作组之后，跟想象中一样吗？我发现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就很像进入那种办公室。来，李洛尔来了。洛尔，坐。洛尔，他们一人一台电脑。好专业。有其他组听说我们要做电子音乐，说哇你们要搞蹦迪嘛，但是其实电子音乐有很安静很清晰的。电子音乐和所有的音乐我觉得都是一样的，也能表达很多情绪。 Tropical House 翻译过来是热带好事，就很热带那种感觉，比较经典的比如说感觉你在沙滩旁边喝着椰汁晒着太阳听歌，然后跳舞。OK， 那下一首听什么？就听什么没参谱吧，给人感觉稳稳推进，这种稳稳幸福，然后非常美好。 Two, three, let's go。 Boom Boom Boom， 就感觉你像坐在直升机上，然后就是伴着那种夕阳，然后俯瞰山河美景的感觉。就是去音乐节什么会有那种断头台，或者就是那种就嘣嘣嘣，然后这样就是就叫 dubstep， 它就是电子乐里面的摇滚。One two three， let's go。哎，摇起来。文福的超，我俩是那种一拍即合的那种，很快就达成共识，是要做电子里面的子分支，叫 Fisher Bass 风格。Fisher Bass 的特点就是。它的 drum 鼓组是 trap 类型，然后标志性音色就是震荡波和弦，就是这。就我觉得如果是全电子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有意思，就我做歌我一定会加那个原声乐器。这么说吧，就是可能纯电子它就是一个白米饭，效果是这样。然后我往里面加电子的音色带动的话，就像是炒饭。关上插件。但是我要是用原声乐器加进去，就像往里面加了老干妈。整个放在一起听。瞬间不一样了吧？就好吃了吧？对。我们先聊个主题吧，就是定的主题是什么？一定要那种伤心的，一听就很心碎的。我更倾向于是写爱情。爱情，爱情吗？我刚听一首歌，主题很好，叫 Erase You， 把你涂抹掉。所有人都有共鸣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共鸣，然后简单。就往感情上写，虽然我们也没有什么感情经历。就是我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，对吧？跑起来。要不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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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ix me， your love is only thing that can fix me， 就是你的爱是唯一可以修复我的东西。哎，这句不错哎，就这个，可以，真的可以，可以。歌名应该就是 fix me 了吧？ fix me 可以，修理我。因为很多很多歌都在写心碎啊、伤心啊，但是其实伤心一个串联的必然结果就是治愈。但是写治愈的歌却非常非常少。其实我们当时幻想一个男孩的一个爱情故事，就是当这个男孩子打开日记本的那一刻，他回忆起了他和女孩的点点滴滴，内心会有一些感伤，但是他对于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一种释怀的。也许他通过了时间和自己的感悟还有爱，对于自己的一种修复吧。好词不在于多，而是在于精，你一定要有和观众的契合度，可以跟他产生一个共鸣点，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存在。哎，陆文浩写词不错哎，
放的一段，哎，碎片在脑海里放映，无法抽离有你的这场电影。你看，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特别有记忆深刻那个点。嗯，要要写词呢，我想停止这场独角戏，再次看见你还是无法呼吸。荣耀，这是分手之后再遇前女友。嗯，我愿你一生选择，你当年为什么不说你我一生的选择？你我一生的选择，那样的话就你就不扎了，宝贝儿。你这样的话，他不才扎心吗？你遗忘的是我，我却为你是一生的选择，你明白那种感觉吗？有点像钻戒广告词。钻戒广告词，这可怎么办？词不在于多，而是在于精。1, 2, 3。行，我觉得这个音没有问题，但是你状态的问题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你心思很重。其实首秀的阴影还是在我的心里面，内心还是会有点愧疚。就是你一直都很想去证明你可以做好。但你这个音高，你自己选的这个音高吗？嗯，是我自己选的这个音。这个音很高哎。哎啊，跟我来喊外面。嘿，嘿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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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好一点。哈，你不要哈，你不要哈。哈，哈 ，fix me， 不要那么的难过 ，fix me， 不可以 ，fix me， 你看 me， 但是你鼻再把鼻子送进去点就有那个一了 ，fix me， fix， 放松一点，就这个，要的就这个，这都帅，这声音出来很帅的，是我建议你跳，我说实话，这毕竟是个男团。的地方跳舞的话，这个会很加分，应该会挺出彩的。我对我们组还是抱有很大的一些期望，唱也有 ，rap 也有，舞蹈也有。在这个组待这么久，慢慢了解团队创作了。因为一开始自己一个人的原创习惯了，你忽然和很多人去原创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自在的。但是大家通过筛选，通过最终想展现的舞台的形式。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作品还是比较好的。我期待大家听到这首歌能回想起一些回忆吧，不管是美好的还是不好的。当时那句词写的是只有你的爱才能够治愈我，对，然后希望我们的爱也可以治愈大家。接受一切。
笑还依然无法失败，绝对明白有了你才可以找到自己。Wow.